只是说这狗狗今天当然是有的怕它吃太快，那万一碰到是说狗狗它根本就不愿意乖乖吃饭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是它挑嘴的话，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会用一些方式去训练它，让它尽量能够去按照我们的意思让它去吃饭。就譬如像是红贵宾，它是一个非常挑嘴的狗，所以我们会让它吃食物。譬如说它现在放在里面放20分钟，它不吃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把它拿掉，连零嘴都不要给它吃。饿他一下，这跟弄小孩是一样的道理耶。但是就是要狠得下心啊。然后如果他开始跟哭妈妈，那个狗狗就，对，一样的。他会比手画脚，肚子没力，对不对啊？会比手画脚的。接下来还有，还有其他的传言，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嘞？狗狗不能吃人类的食物。好，我要出个问题啦，以下三种食物哪一个喂狗狗吃是没有问题的？好，第一个是鸡骨头，第二个是夏威夷豆，第三白饭。哎，很多人都是选择白饭。那这个谭医师帮我们解答。对，如果说这三项来比较来选的话，当然是白饭是最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夏威夷豆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夏威夷豆对狗狗来讲，它会有一种毒素，可是这个毒素是什么，我们不晓得。好了，会造成狗狗的一些神经上面的一些障碍，或是肌肉的僵直的一些问题会出来。还有刚刚医生讲到，像巧克力也不能喂吧？巧克力不对，对，巧克力会造成心脏的问题。葡萄是不是也不能吃？葡萄造成肾衰竭。嗯，肾衰竭。好的，了解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number three， 钥匙加上铁罐就能够让狗狗冷静。传言是说，这个狗狗喜欢乱叫乱扑人的话，只要把那个钥匙放在那个铁罐里面摇一摇，那狗狗就会冷静啦。那我们现在就现场来做个实验好啦。OK， 好。亚公啊，詹姆斯的狗已经开始有点不开心了。好，詹姆斯左手拿着钥匙跟铁罐放在里面。真惨，根本没用。摇，没有用。好像有诶，有诶，好一点呢，好像又好一点呢，好，你有好，不摇，这个应该好了，他不敢看他诶，又来了，他好凶哦，好像有效诶，好厉害，现在又停止摇，现在两个都冷静了，现在是场外第三者不冷静，场外的要找哪一只夏威先的？对，又来了。他是僵尸道长的变身，他好像其实听不太到吗？哦 ，OK， 好，这个冷静，这个是有根据的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吸引他的注意力啦。哦，对，因为狗狗对尖锐的声音，因为刚刚环境声音还比较大声，如果你的尖锐声音再大一点，它会把它。我觉得你这样好像僵尸哦。冬天，冬天，你不要吓他。真的有用哎。所以只是分散他注意力。我想是分散他注意力。所以如果两只狗已经要对干起来的话，如果主人在旁边这样。大叫的话就 OK 了。没有，可是他会对尖锐的声音敏感。哦，尖的。尖锐的声音。所以意思，如果这个狗狗真的碰到那种乱叫的情况的话，怎么对付它？乱叫其实比较麻烦哎，就是譬如我们常会制造一些大声的声音，去把它注意力去转移注意力。好。哦，好啦，谢谢瓢虫爸，谢谢瓢虫。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number four， 隐变剂。咸蔽剂能够控制排便的这个排泄的习惯吗？请问一下大学生，你的宠物会乖乖的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吗？姐弟，像我自己本身家有养一只狗，它当时捡来是流浪狗，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说流浪狗捡来又有一定的岁数，大概三四岁，是很难教的。可是我妈妈就是用那个隐便剂，然后就是固定喷在一个地方，好像是喷的，然后喷出来是臭的大便味。我们闻不是很出来哦。对，可是狗狗，然后你再教它，然后它在两个礼拜就学会在那边。当然有的时候还是会偶尔跑出来，可大部分都在。所以布鲁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东西。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宠物有一些那个隐便剂跟咸蔽剂，有时候是搭配一起使用的。那因为咸蔽剂主要目的是说，哦，不希望它去那个。像神坛电脑沙发上，然后喷一点这个可能会让他不喜欢那味道。
那、啊、你可以喷一下嘛，来纳豆闻一下，闻一下咸碧剂跟那个隐变剂，纳豆闻得出来，不算的，就闻到好了，哎，这样子香香的，就是咸碧剂，那隐变隐变，明明就不香，我也闻到了，有一种有一种分香巴厘岛那种防蚊的感觉，对对对，这个可以闻吗？这是隐变。影变，拍了以后，纳豆你完了。怎样？有点塞鼻啊，塞鼻，一点点啦，一点点很淡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方法吗？谭医师，还是说要从习惯去教导？我们一般会从习惯去教导。然后像是影变剂的话，其实我们会用的方式，其实是用狗狗自己的尿尿去放在那个报纸上面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就才里面就会有很重的阿摩尼亚味道。是你放到它要让它尿尿的位置，让它去知道那个地方才是它尿尿的位置。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，就是马太的狗好胖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用两个便盆，然后分别喷上了这个咸碧剂跟影变剂，看它会在哪里上厕所。来，好，我们绿色的这个喷上。放哪一个？喷上它咸碧的好了。好，绿色咸碧哦。好，来，好胖去闻一下，好胖闻一下。好胖，咸碧，哎呦，蛮听话的其实。好，我刚刚身上沾到那个。来 ，Bruce， 麻烦你黄色的喷那个影片。好好笑哦。好，来去那边，看会不会想要便便。好，比较不怕了耶。还在吃吃的。哎、欸，你吃干什么？没错，因为狗喜欢晒晒啊，狗喜欢晒晒。演员证明至少他知道那个要避开。对，好像就比较不喜欢这边，喜欢那边。当然也不是闻到立刻变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嗯，好，需要一点时间。对，谢谢 Bruce， 谢谢马太，好看。